但是会见啊，拄啊，讲无啥物钱，无钱啊。等我想看，我想看。安怎？钱要乱开啦，那无钱哪买啊？对啊。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阿爸台湾公道周辺両道頻拜。嗯，走，我们去估车。估什么车？哦，你看，后边这台。哦、啊，这台是 C Class 吗？对啊。有些没有飞机的。帅。帅，只有一个字吗？他是挖工吗？欸、真的呢、啊。哇，你梦寐以求的挖工。可是我好像牌子错了。对啊，啊你不是要另一个 B？ 是那个 B， 不是那个 B， 有没有？哎、欸，它里面还有那个网子哎。对啊，哎、欸，这对，说到这个，这是防火网啊，防火网，防狗，防狗。对，哦、如果这狗当然跑不过去。前车主他有养狗？不是啊，这原车来都有付了，原车都有。你看，这样、啊、下去就这样压。我刚问一下，它这个是原厂的现代。现在呢，我哇，水箱护罩啊！啊，不过我感觉今麦我迄个较好看。原厂立标，立标有没有？哇，他原厂来转。就啊就啊，助理，拆外 focus 一下。有现在在讲这个，看我多啦。来来，我给他这个加，换一下眼镜对吧？不然那么画超前，那我来请画他之类。你的目标就是要看屁股啊，对不对？还三朵。哎、欸，地上。哎、欸，那歪歪。哎、欸，真假嘞？那是公油，他已经那个开光，不，应该这样的、啊，开光，开光过了，對對對开光了，不用它开光了，对不对？啊，这是，这是啥？手电筒，手电筒啊，还是在跟我？没电了嘞，干不会亮，那只是拿来打人。人真正我看到，哎，那冇电池是冇电的，哦，冇电的，对啊，这人也冇人看。这是2.5的吗？2.6，2.6，哇，可能就搞掉了吧？应该是还好，可是这个好像没有。不是恐怖类啥的啊，恐怖类啥的，我知道啊，哎、欸，那就点来看看。好盖，我这 B 车器跟他们玩具这一台啊，这应该是日规的。是哦。对啊。没啥加。刚我看布宜的，嗯，布宜都是日规的。哦，是哦。这种车好像我们那个没有进来。代理商，所以这一台也是算外汇车咯。我来看这一台应该可以。哎、欸，哦，日规的嘛，哎、欸，日本进口进来的，啊有啊，这是不是算日系车？嗯、欸。哎、欸，是哦。好、哦，对啊、哦，用日系车开进口车的感觉，我拉金金爱金黄。其实这个他们你看这么老的，它还是有标签的，都原厂的标签。这张哦。对啊，这几年它还是流行贴这个贴纸。这个是密码辨识系统。对啊，有些会跟车身码是同步的。全部都是真的、哦、所以要扫一下就知道了。看一下，其实有些人说你这个撕掉啊，欸、他用这仪器他去看，他下面还是会打上去。看起来好像是有，是有啦。对啊，如果啊进口车，你看那个胶啊，其实不准，因为他来的时候胶就打好了。要不然要看什么？螺丝啊，螺丝不能转啊。这胶哈，你假设今天门啊我过去搞嘛，就变诶。所以你要看啊，注意看嘛。看螺丝标签哦，标签。标签也是一个佐证呐，啊，螺丝都要看。这零件啊。小爸，这些不在吗？海拉风应该有。海拉风是这样子讲的吗？我蛮在啊，可是我就觉得我会想把它换掉。过隔壁那一台奥迪哦。对啊、哦。车子是宾士的。哎、欸，谁不管？干。这边哎，这边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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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入境我知道。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我来看后面的三脚架那边，哎、欸、你看，哇，都神奇的你看，一六挂金能杀死个，接下来呢？有一个是。螺丝，螺丝它有复刻。虽然你刚问迄问题，我螺丝拉个最高咩种，让伊免烦恼。它有，所以它帮你破解了，吊档可以的。哎，让给你破解啊！只有这种车才有吗？对啊，我第一次看到有这台副那个连奶螺丝的。是吧？对啊，一般我们国产车都是螺帽的，它是螺丝的，接不钢。那迄就是跟你讲的啊，应该讲的 BMW 嘛是同款，对，比较难对准，因为它中间是平的。轮子上去会这样要转才会看到，对吧、啊？一般我们这有螺丝就是先插进去这样。你那边久啊，你那边拖起来你来。后面的门我都喜欢从这边看，这样比较好看到啊。接下来尊贵已经没到窄，这一面的是六角的，转下去中间这一个对可以掉漆，没有掉漆表示这个门都是原本到现在。我要修哦，安诺安诺，七八班哦，安西哦，个十百千哦，没啦，十班年啊啦，十班年啊。啊、这龟名车控三啊，控三哎，等下它跑很少哎、啊，比我的位置还少。可是这种车一定有个通病，什么通病？天棚，这是它的通病。哪边？这边你看到有没有？哎、欸，真的有没有？它会掉线。这是欧洲车的通病。嗯，
哦，双 B 啊，福斯奥迪这个都会掉下来，所以你在买的时候都要注意。啊，这刚才在修理。对啊，这在换。新换还是该粘起的吼？没事，粘没起的，还派你还要换掉。是哦。通常啊，这个换掉它有分哦，像这个没有天窗的应该会比较便宜，因为有天窗比较难用。这个都扣最少都要扣一万块以上。那扣几万？假设车给三十万呐、啊，嗯，变几高？变几高？对啊。哦。就如果说啊，不然那么贵，不然你修理好再给我。这个风势很大，要把它拿下来，从弄再上去。嗯。啊，这放着不管它怎么样。改天你在开车啊，哦、就有人帮你打蜡这样子。啊、欸，头顶都发亮了。给它掉下来。我之前有一次开车，我看到一台好像307啊，就什么的，就整塌下来。我说这个车主还真的这样也可以接受。对，结果他隔不了三天，他来这边哭这样。我说我路上有看到你，对，那很印象很深刻。天猛都塌下来，他还在开。是啊是啊是啊。对啊，哦，这你怎么知啊？我就不知道，我给你觉得，哦，对，我知道了啦，这应该是油门加速器啊。啊是啊。对啊，他怎么使用我怎么知啊？老实讲，就是骗电脑的。让你如果把它加速到最快，就是油门踩紧，他以为很多就轰就冲很快，就感觉很有力。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如果是双臂，它油门很重，嗯，要踩很大力才会，比如说一像我们国产车这样一踩就是100的嘛。可是他如果这样的话，就踩一点就会觉得很快，对，比较感觉上会比较有力啊。原来是安尼。还有这个啦，我觉得这个很帅。有些车是旋转的，平时我记得好像有一种这样压下去这样旋转。旋转。啊 ，Smart 它也是有一种这个嘛。对啊。对对。可是它那个很大，在那边。对啊。这屋顶是用贴的。它就是。我以为是喷的，结果是贴的。贴的。你看这边，贴的。欸、真的呢，这就有两种嘛。如果假设我们有买进来，就是把它撕掉重贴、嗯，或者是撕掉就不要贴了。撕掉它漆不会掉吗？就不知道啊，它是没有受伤，贴起来当然是撕起来就好了。很少宾士车会装情侣窗的，装逼的人真的吗？对啊，如果小事以外，我以为。哈哈哈哈哈！哈，真的啦，我以为台湾人都很爱装这个东西。应该这样讲，100台里面搞不好找不到，应该5台。不要做市场，应该不到5台。我你看，哎、欸，人家电脑都火。哎、欸，对，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老家一定会老油的啊。就目前看起来还好，这边啊，这个看得到吗？我听到一下，哇，一边在那打。哎呦哎呦哎呦，那边湿湿。就是怎么讲？如果你要跟他演十几年的，我觉得都很正常。可是这个修起来真的是都比较贵，这是 V6的嘛，一般的像你的车。才四颗普拉普，人家这个要6颗。普拉普是哪样？火星塞。灰烛啊，灰烛啊。它到底叫什么名字？怎么那么多名称？灰烛啊，火星塞，普拉普。普拉普。啊，够不？够选。格兰博啊，够吗？因为他们工具有翘老造，我刚刚也老造，你看也，你看也你我。这不是重点哦，这种是九号的。九号牌。对，那是讲。像开这种车应该都会开比较快，都被石头打到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真的，那可以讲被敲到被十几万呐。是哦。对啊，啊我来去甲小车做轮换嘛。二十几万。这个车我蛮大。这车应该会使吧？二十几。我是加十万好啊。因为赶快啦，这个一样，大家一样，你想卖的人最好可以卖个50万。对。对，哇，可是我想收，我可以最好收个10万块。因为如果收10万块来讲，今天换东西我就抓它开，好，今天就很紧绷，我买到30万了，我怎么去卖到50万？对。对，就是这样。哦，那个小石头轮换。对啊，碰沙那台变路的，那天讲是要卖20几万。碰沙变路那有20几万，20几万啦。碰沙变路够20几万。你是要20几万对啊？什么车？就我讲的哦，我们的。哦，我们的哦，我们的青菜嘛爱买20，超过干变，那差不多了对啊。但是袂见啊，拄啊啊，无啥物钱，无钱啊。啊，你唔是去买新车啦？钱啊买新车？啊，就是因为买新车无钱啊，我以为。男人买个100-200万的小东西，很快，安怎？钱要乱开啦，那无钱哪买啊？对啊，啊，无买安怎？你要家己买吗？看下决定咯。看下哪讲？对啊，无个泰山酒啊，是妈妈借啊，我到伊无钱，我到贷款啦，我靠，我贷款啦，酒出没有出了，没出出不了了。啊，要无钱，无钱哦，无钱，无搞，无搞啊，阿哥。想象的，我知道会灌过来，我那样，只花薪水呢，钱啦，钱拢我咧给呀，我咧啦，你超帮我还钱，我阿伯，你别家己使，我都，你别家己使，你就家己家己交就好啊，你干嘛做？你别，行情真交真个啊，你买贵用笑，你讲靠遐未起哦，等到你使，你讲别管，为十万开始出啦，我头嘛跟你讲，啊，家己别使，为十万开始出，十万，我可批呢，对啊，你阿伯较少的呢，大家来拢爱小事，你小事你阿伯较管，干啥？为什么小事的一定阿伯较管？
刚没在讲，因为我小时候比我较小的，哦，因为大家拢安尼讲，哦，我拢看恁的节目才来啊，有无？小时候我都看你节目长大的。杀回了开机棒你啊刚掉起来那是五十几岁的小时候看你的影片长大的靠呀我们杀回开机棒你我刚长大的啊我是童心自信的对啊他就有跟别人熟的啊好啦什么色的白色的啊我白色赞哦哎买一台车哎我们等等啊啊咱坐来这样差不多也要27万，27，对吧？真的 OK 啊。对啊，我再看一下什么。他不是从10万开始喊，10万我逃了，都闹哭脸。哦。他会 Google， 他会查一下现在这样行情，因为众生奇异也没什么行情呐、啊。嗯。对啊，你10万如果买得到，也差不多。因为以角度来讲，17年的车有些是报废的。对啊。可是这种车就是有它的价值在，而且它要跑爽。因为光阿公的盖也要给他管。我说我再确定一下，我再看一下车。哦。对啊。哦。按机台没令吗？没有令。有啦有啦哦，他不贵啦有啦，呼呼叫你听到？哦有啊，油甜的嘞，真的。啊，这么很便宜很赚，一桶油，总共嘛1000块。对啊，啊那这样子就是多赚1000块而已。29万，啊、没有没有29啊，干。不管怎样啦，反正就是多赚一桶。啊，你别背啊。对啊。哇，干，那我的衣服是要重新设计了。对啊，台湾我目前要给宾士了，现在要给宾士的车钥匙了，天天变脸。哎、欸。哇，哎，这是龙标啊！你包的是太接近那个路缘了，弄到边啊！哇啊，我看这胎啊，看到就碎了。我差不多看到有小影子。19年的哦，胎啊是变烂了，可是这个是应该是18寸。你如果换小一点的，就这条胎就对就不能没有用了。哇，贝啊贝啊，干都必须送。送啊！看来你蛮想换了嘛。敢买一个月就赚到啊，对不？别拿半个月就赚了。哦、我太小看你了，对不对？我来开拿给桥啊，他六七啊，五啊哇，先看背包钱，我看嘛是，啊无只，辛苦无钱，你摆得我真看唔知我做咩，是啊，付定金啊，我买车是不是也是要先付定金的？不用啊，你头家拢对你较好，是妈妈借债，干那好13哥，啊总是免提出来啊，啊我这，我见我跟你出钱啊，所以讲无效啊，我见你讲钱。大概一个范围，大概哦，25万左右，左右，对吧？别拜了，我满山大堆行情，重点来了，03年的，比我05年的希望号还贵，可是这是我的梦想号，耶、yeah, ，我有梦想了，对，梦想要启程的，哦、等一下把鞋子放满，不知道可以放几双。等一下，之后你要改什么？我改什么？如果是你要自己开，我自己开，改什么？我 JR 哦，我想过了，随便这样一晃哦，一定超过10万块。第一铝圈，铝圈我觉得我想把它换成原厂型的就好了。嗯，对啊，大灯，刚刚的大灯我觉得太丑了。哦，误掉了，天不是把旧毛嘛旧污啊，你还贵租了嘛？啊，都来，啊都老以为保护嘛用，嗯，反正就是哪开哪看。啊，我刚刚看是避震器是改装的啦，哪上电，咱到时汽车上看。正常来讲，我会把它改成原厂，是啊，它舒适，我不需要那么跳啊，我是不会开到200啦，大概180而已。修差、哦、啊，对，没有，因为改那么硬，我觉得。坐起来不是很舒服啦，也是啦，对，但本来宾士就舒服的取向，今天是 BMW 可能就硬一点可以。好啦，结束了，结束了，干，科比买到车了，没有，这一集是科比话最多的，冠军了吧？啊，你十几万，应该刚才开拢十几万了呢，这个开十几万了，耶，拜拜，拜什么啦，干，哈，订阅分享小铃铛嘞，要讲吗？这我也要，好啦，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启铃铛。哦，科比才能换更多的装备哦，要换新一点的，你有时候换一台一的更大的哇，对，可是没有，我下一台可能换一台国产车就好了啦。有像吗？啊 ，ST 啊，啊，你不是叫我换了 ST？ 你说焦点 ST 哦？对啊，什么焦点 ？Focus？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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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那一台看看，哎、欸，我要开个2-3年，那台就价格比较低了，哇，八几万我不要多啦，对啊，好，拜拜。三个模样看，啊啊，有啥咪味无？什么意思？味道啊，味道啊，手电筒。这你哦，你刚刚你喜欢做啊？干，哟，你讲这话生气吗？